欢迎大家收看003航母九个世界第一。首先第一个第一就是福建舰航母从华岳市的航母跳跃过蒸汽弹射，直冲最后的电磁弹射器，这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国家能够从传统的常规航母避开了蒸汽弹射而直接抵达电磁弹射的境界。福建型航母采用了如同美国式的福特级航母平行的甲板，这是世界大国航母的标志性的设计。由于福建型航母是采用了平行的甲板，这使甲板的空间有更充裕的空间来存放舰载机，而且华岳式航母不能够拥有预警机，因为华岳式航母没有足够的推力把预警机升空，而电磁弹射力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它能够发动强大的推动力把预警机从航母中直接升空。而且华岳式航母需要更大的空间存放舰载机、燃料和粮食等等，这充分的影响一艘航母能够停存更多的舰载机，所以采用电磁弹射器能使中国的福建型航母存放更多的舰载机、燃料，这使能在作战空间发挥得更淋漓尽致。第二就是福建舰航母配备了电磁弹射和阻拦系统的功能，这在世界的海军技术中是十分前沿的技术，只有除了美国的航母福特级航母具有这个电磁弹射功能。不过美国的福特型航母的电磁弹射功能经常发生故障，虽然福特型航母已经服役了五六年，可是自始至终福特型航母的故障使它无法成军，发挥了福特型航母的作战能力。而且福建型的电磁航母的优点就是比起华岳式航母和蒸汽型航母，它接受了更多的宝贵空间和吨位。现在福建型航母是8万吨，这在同样的吨位下能够舰载机的载重数量更多，和弹药储存量也是更多。就算现在美国的福特型航母对于电磁弹射还是无法攻克这个技术，所以中国在领先全世界，在电磁弹射这方面是领先全球第一。现在福建型航母拥有的第四代以中国的歼-35隐形战斗机、垂直战斗机，还有固定的预警机600，这使中国成为的世界海军强国梦更加能够实现。第三，预计在2030年，中国会建军成为世界拥有5艘航母的海军国家。其实他们的计划是拥有6艘的航空母舰在2030年，只是因为近几年的 COVID 疫情，所以影响了航母建造的速度。而且中国拥有3个建造航空母舰的船厂，美国和法国只拥有了1个建造航母的船厂。而且这个第三点的优点就是中国的建造航母的技术是领先全世界，采用了模块式的组装建设航母，这使建造航母的速度更快、更仔细，而且更前沿的科技。反观之，法国及美国的建造航母的形式是采用极为传统老套的科技，就是一节一节式的建造，这个科技十分的落后，而且技术上有好多好多的漏洞，这使他们的建造航母通常需要好几十年才建造一艘。现在中国建造航母的速度简直是下脚式、飞天式的一步登天之快，差不多1年到2年就能够完成一艘航母的建造程序。
第四点就是核子航母比起常规航母拥有更大的储藏空间。同样十吨位的航母，就是核动力航母，能够使之投放更远的作战空间，差不多在2000公里左右。从中由舰载机、加油机给予补给，而传统的航母只能够穿越海洋600公里以下，所以这个常规性的航母，福建型航母只能够活动于台海之间，最多只能够走到关岛，就必须返航回中国大陆。同时，航母还兼顾了作战时保护海上运输航道的使用与安全，特别是运输两栖作战部队离岸到指定的部方作战，这个功能可以讲，对航母来讲是举足轻重，对于整个战场的发展。所以在现实的战争中，核动力航母能够更快地抵达战争现场，产生最威慑和实战的双重作用，这使战场的战力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由于核动力航母采用的更先进的电磁弹射功能，所以这能够节省更多的空间，而且存放更多的燃料粮食，这使航母之中的船员能有更大的空间，而且改善他们的栖息场所，使他们利于更加长行于海洋的作战。第五，而且核动力航母每次的更换燃料能够在海洋航行于50万里，这比起传统式的航母对于基地的依赖和资源更加的少。第六，常规型航母吨位8万吨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常规性的航母要巡远洋，需要建立更多的、更长的燃料补给网及回母港加油补充。第七，核动力航母的发电量巨大，可以满足50年内的新品种武器上舰的要求，这是常规航母不能够做到的。第八是中国已经设计出004国产型核动力航母，最大的排水量达到世界最大的12.8万吨，采用了单推功率超过35万千瓦的自然循环反应堆，最高节航数每小时达到30节以上，其功率范围也是大大提升，以陆基歼20的作战半径为标准，加舰载加油提升其40%为计算，歼20的作战半径范围已经提升到3000公里。这个能够对别国的舰队与航母造成不对称的打击和威慑作用。第九，就是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电池中央电力系统，它能够把日常的推进系统和作战的电力系统综合在一个综合的中央电力推动系统。此中央的电力系统的功能就是，当发动电磁弹动系统时，全航母的日常操作系统与作战系统能够集合全航母的电力给予电磁弹射发射，这充分的减少电能的发挥，而且节约电能，使电磁弹射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电磁弹射的利用功率是传统的蒸汽弹射的10倍，而且福建舰的航母是采用模块式的建造，由于核动力航母的全寿命周期会很长，由于为了实现不断的升级换代，采用了模块式的和智能性的设计，使之航母能够更快捷的更换更先进的电子作战系统，使之航母的作战系统永远不落伍，
而且中国的核动力航母是采用节能性更智能化的电动性航母，使之需要的人员大大的减少，使之航母能够在航母的全寿命费用下大幅的下降。最后就是中国的004航母，其隐身功能将是世界第一。中国的综合隐身设计对004核动力航母的要求是全世界最高，所以其综合隐身功能将会跨越全球，领先全世界。中国的004航母核动力航母有可能一步到位，其作战的综合作战能力或许在004核动力航母一步到位，达到美国核动力航母的作战综合能力的境界。我是周，谢谢大家的收看，003航母，再见。Ooh.